接下来问 Amanda 老师，在塔罗方面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里最有人气呢？我们请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以及现场的各位来宾与老师，大家凭第一直觉，从一号到五号，就靠直觉来选一个数字。按照顺序从一号开始，一号是这个我伟如选到的一号呢，稍作沉潜，想要独处，智慧上面的人气非常旺。智慧，对，可能录完这一集之后呢，伟如回去会好好想我哪些朋友要删朋友了，就是会觉得说其实我真的真心跟这些人不太合，我们也不要再跟我的死对头好好继续相处了，不如就祝福彼此不联络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会思考我跟着朋友相处的意义在哪里，或者是说我跟朋友之间我能够给对方什么样的帮助，就是你自己的智慧能够增长，所以是智慧的人气非常的旺，长知识，对，长知识了。好，那么第选择二号的哈，二号的有吴尊，还有这个笃林哥，对不对？对，二号是运筹帷幄，掌握大权，九十分嘞，事业人气旺，有九十分。过去一段时间自己的好好的认真经营，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了，所以未来这个一个月呢，其实你会觉得工作量越来越重，这时候千万不要抱怨，是老板赏识你，经纪人赏识你，就是你的事业运是非常的旺了。好，恭喜这个选择二号的朋友。那么选择三号的还蛮多的，有这个Eason 两位老师都选择三号的是外出旅游，放松心情，玩乐人气旺，好准哦！玩乐很开心。好，刚好暑假期间了，可能呢有机会，不管是这种两天一夜的小旅行，或者是欧洲这种十几天的长途旅游，都能够让自己的心冲这个心情非常的愉快，让旁人也很羡慕，是这种旅游运非常旺的一张牌。那么四号呢？四号是这个子晴选到的，对不对？选择四号的是感情交流温馨甜蜜，桃花人气旺，感情。我们私底下还在算说你们两个星盘其实蛮好的，对啊，自己坐进了，哎，直接约了看电影，等下录完看电影，好不好？好。为什么有点心不甘情不愿？女生都好了，你好，我们再去看电影吧。看《星球崛起》啊，《星球崛起》。对了，什么？可以啊，看过了，还没看过。好，就算看过，还可以再给你看一遍。的人哈，其实要恭喜你，是因为你有机会。如果是单身的话，你会遇到一种对你很想要呵护你、照顾你的对象出现。那么，如果是已经有伴侣的人呢，在未来一个月，其实是有机会两个人的互动非常的甜蜜，非常的让人羡慕哈。恭喜选择这个四号牌，真的半夜能打一个电话去帮你买宵夜的男人不多了，真的可以交往一下了。而且我住木栅很远，这样很远，是我代表我很有心。你住哪里？我住木栅，松山。很近啊，很近。木栅大道松山有一段路，哇！接到电话直接骑车去买宵夜。屏东以北我都很顺。屏东以北我都很顺，就全台湾都很顺。肯定以北我都很顺。好，那恭喜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选择五号牌的话呢，是坐拥金山，享受人生。不管正财或偏财都是非常旺的一个月，恭喜大家。